今天我们要谈的东西呢，就是你们心目中最喜欢的 top 15的 YouTuber 啊。可是我咧就不怎么现在的我呢，就是在这个车厂坐着我的车。我们现在呢，就直接跳入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Let's go。我那辆车呢是还没有弄好了，从2016、2017年拿回来到现在哦，可以驾，但是驾得很不舒服，坐了很多很多。如果大家有兴趣要看的话，留言让我知道啦。我也很好奇，其实是我在之前看到哦，原来我们的后台数据哦，可以看到观众群呢，同时也是喜欢这一些 YouTuber 的。Go to Channel Analytics Audience， 一面有五个人，三面就十五个人，你们喜欢的 YouTuber Top 15。第一个 Play 频道伟鸿啊，你们到底有多少个人看 Play 频道的伟鸿？等一下，其实我是很久哦，已经没有关注我们本地的 YouTuber 了。我最后一次还有跟 Dennis 2019年2月1号发布的，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接下来下一位呢，也算是我们大马的 OG 啊，林尚基访问采访的影片啊，不错，越做越好。接下来呢，大牛 OK，Daniel Lee 呢，我曾经见过他一次面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我们去巴神的时候，我忘记了还有没有那一个。不错啊，我每一个礼拜哦，基本上都有发布影片呢。接下来一位呢 ，Fin Di Yong 啊，很久之前就有 subscribe 他了。你们如果是 Fin Di Yong 的粉丝，来打上来让我知道啊。哦，好像是有男朋友的嘞，加油加油。然后接下来的呢 ，Top 11就是我们的 Jack 跟 Joanne。哇哦，我没有看过这个频道哎，我也是还没有 subscribe 哎 ，view 蛮高的呢。哇塞，22岁买 Mercedes， 哎呦，我都没有车过，现在真的是。不要怀疑，我真的是哦，没有车。好啊 ，subscribe 一下啦。所以是情侣搭档的影片啊，有 Jack Joanne 的粉丝哦，可以留言让我知道一下，介绍一下。一年前而已耶，难怪我不知道啦，而且还是跟阿雅拍 video。2019年12月18号上载他们的第一支影片，也是很感言哦。OK，Top。看你们喜欢的 Clarence Wong Sing Yu 258,000 subscriber 了啊，通缉 Wonder， 哎呀哎呀，怎么上告法庭？黑帮人围殴，发生什么事？哦，原来啊，他是在讲以前他所经历的事情啊，被黑帮老大谈判啦、啊、打架啦、啊，这个我之前也是面对过，不过我没有拍影片啊，我是被那个黑帮打。因为什么事你们就不要给博了啦。好了，我们现在直接进来 Top 9 Jeff Leong。 哇，他很像我这样咯，开主频道然后又开第二频道斗牛篮球比赛，不错不错，我也是很久没有关注了，我都没有 subscribe， 你看啊 subscribe support 一下啦。另外一个呢就是豆骂豆，哇，391,000了嘞，两年前我记得都还没有超过100,000 subscriber 都上了嘞，很厉害耶，每个礼拜都有他哟。哎呀，但是讲到豆没豆我就很不知道要怎样讲，大家都会知道吗？我都不喜欢人家讲出个人有个人的风格啦。 OK， 接下来的下一位呢 Charles T and Mona， 这个有时候会 pop 出来我的 suggested video。 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时候是拍情侣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也是跟阿维我的太太也是有拍影片的嘛，家人啊家庭关系，但是我很好奇怎么我没有 subscribe 到他的影片。哦、oh, 对，因为我很少用我的主频道看影片，我比较多都是用我的第二频道看影片啊。哎呀 ，OK subscribe 啊，我也是二整啊这些啊。Top 6大神啊，我记得当时候两年前是200,000+哦，但是现在哦上一倍了嘞。之前曾经见过大神啊，哦，那就是这里了，接触过了啊，不错了不错，大家都做得很好嘞。Top 5有我们的吴先生和吕先生啊，哇，这个我就没有听过嘞。Subscribe Malaysia 人，他很多挑战的影片120了嘞，哇，厉害啊，很快嘞，还没有差不多一年多而已耶，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强啊？哦，原来如此，他们是认识 Findy 的，是男女朋友。嗯，所以有借着这些所谓的在线上的 YouTuber 哦，一起配搭配合啊，是比较快哦 gain subscriber 的。我们现在来看Top 4到底有谁呢 ？DDW Channel Darling， 不过我没有什么看啊，所以我就没有开那个铃铛啊，我还关掉那个铃铛。所以现在来关注回去，没有二整了哦，我们不二整了，我们要找明星哦。
为什么不要拍二整？二整很好嘞，可以 gain 很多 subscriber。 哎呀，但是如果大家知道的话，二整哦是不容易拍的，真的是有时候又不能演的，要真实的那种反应，有时候已经真实的反应了，但是反应又不够大，所以哦你又出来那个反应，然后又被人家酸。哎，接下来的 top3常用啦，哇，978000了，喂，很厉害耶，多22000就已经万历练了。男女神你既有驾到哦，这个是来你家做客，哎，他台湾回来发展了，托我妹妹的福啊，才有机会跟他们一起见面这样子。那个时候是在 Johor 我记得。好，下一个 top 2 you say 的 Jeff and Indira， 哇，119万。好了，这个大家都会知道的，我们去下一个Top 1到底是谁？原来是我们的朱浩仁，我妹妹的师兄啊，厉害哦，很好，继续的坚持，还有做音乐啊，搞娱乐啊，太好了。但是我很好奇一件事情，两年前我们大家都在谈论的一些人没有出现在我的这个频道推荐里面呢，我认为他们在当时候很 hot 的，但是做什么最近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关注他，还是没有看他的影片，是不是因为大家以前会认识我，可能也会是因为他的，不要讲是我妹妹啦，他是唱歌界的，其中一个呢就是阿雅，哪里去阿雅，阿雅，哎呦，阿雅还是每个礼拜都有出影片呢，14天只睡在车里，这个 content 好，这个也是我很想要做的挑战，只是我现在啊有心无力啊。2018年11月23号哦，当时候跟阿雅一起拍这个汽车上面玩水的影片啊。还有另外一个人呢 Cody Hong 咯，当时候也是很 hot 的，现在怎么没有在我的这个 list 里面了，哎呀，我的 subscriber 你们现在关注的人哦可能又变掉了，真的是喜新厌旧啊你们。哼，不错哦，已经105万个 subscriber 了嘞，很强。之前我有看他的一个节目，我觉得那个节目做得非常的棒，我在哪里我是谁做到超级的用心，因为如果这个节目再继续的话，我觉得是能够把我们所谓的 YouTuber 变成专业化的一些节目娱乐的大阵容，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超级需要这样的人才。不知道嘞，大家的关注度在我的 subscriber 当中，你们怎么没有看他的影片啊，还是怎样？喜新厌旧。还有另外一个呢 Leroy 啦，哎呦呦呦，不要我了，还有发布影片呢，什么大家我不要做 YouTube 了，我真的累了。哎，上次你打电话跟我讲，你不是讲骗人的吗？不能啦， clickbait 影片来的，我看你到最后嘛，你还不是拍影片，屁。好了，你们最喜欢的 top 15的 YouTuber 已经讲完了啦。做什么？这个 top 15的 YouTuber 有一些很出名，有一些不出名。那个是关于到我的 subscriber 心目中的 top 15啦，所以你们可以留言让我知道，这样子我也能够更加认识我的 subscriber 订阅者当中，你们是喜欢什么样的影片啦？谢谢大家的收看啦，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还有关于上一集的影片留言呢，宝哥我帮你分享出去 FB 那边被网友看看是谁对谁错。好啊，因为有一些人也讲说可能是我的错，当时候呢我是没有看到这一边的，基本上那一条路都是我该直直走的了嘛，你们还没有看的人去看呢。 Thank you， 谢谢大家。